我叫杨雪武。当你握紧我的手，我决定和你走，经历再多的挫折也绝对不退缩。当和在他的生命里只有一个女人，我还在你是正义不是信仰，不是你允许时间的尽头。这也是奇怪的家，理应该是兰陵王吧。天和地都会分离。雪舞姑娘不是想见兰陵王吗？我可以带你去见。好吧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与我成亲。成亲？就算选妃的事情发生又如何，这并不表示本王就可以让你走，你还是本王的妾，只要本王还没有娶那个正妃为妻，你也没赢。四爷，你跟我说都倒流，我还在这是哪里来的丫鬟？要听就进来听，就算在外面偷听也要安分守己。你哪有啊？我是被推进来的。不对，我是经过你，明白吧？这位是明
刘太傅的刘千金，李太尉的李千金，就是郑千金。禀四爷，英国公遗女郑千金到。没有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就是这样，你想的完全是正确的。告状无数，
为了天下的百姓，把心思花在朝政上。朕也想当一个好皇帝。皇上有何盲赐？微臣愿意替皇上分忧。朕要你自愿就死，你若死，朕自然会当一个好皇帝，更不会与天下人为敌。你是否愿意一人之性命？只有你养玄武。